講到西洋音樂歷史，有音樂之父之稱的巴克 Johann Sebastian Bach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人物。他在1685年出生在德國一個音樂世家，他曾經受聘於不同的城鎮和宮廷。在1723年，即是300年前，他抵達了德國的萊比錫，在當地的多馬斯教堂任職音樂總監，一直至到1750年他逝世為止。他的作品有過千首，而他對聲樂亦有非常之大的貢獻。他作了接近250首的管風琴獨奏作品，時至今日，他的作品依然是我們管風琴師的必修曲目。他亦都作了大量的合唱聲樂，曲種包括了清唱劇、受難曲、神劇、經文歌、利撒曲和聖詠等等。剛才大家聽到的 Jesus bleibt meinen Freude 就是來自他的其中一首清唱劇。當巴克在萊比錫任職的時候，他的工作就包括了為每個星期的主日崇拜編寫清唱劇。演唱清唱劇是當時路德會禮儀裏面一個的特色，他合共編寫了五個禮儀年周期的清唱劇。而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巴克的一句格言 Soli Deo Gloria， 意思就是說唯獨上主受光榮。他習慣在每一首的作品的署名旁邊都寫上這一句格言，將他的音樂都作為奉獻，歸光榮於天主。就讓我們向天主獻上我們的歌聲，一起同唱全能浩大至聖。Yeah.